有听过 Gibbo G 板吗？ G 板是一个利用轴承运动结合滑板板身，你在家中就可以利用它达到很多平衡或是稳定训练的效果，甚至你可以在上面呢更换不同的扁带，达到不同强度或者是平衡需求的训练。例如说你是铁人三项的玩家，在跑步前你可以借由单脚的站立或者是单脚的 lunge 达到臀肌唤醒的效果，这是很多的训练都没有办法达到的。或者是在游泳前，你可以在上面做侧棒式，让你的肩关节获得更好的唤醒，甚至是肩胛骨的稳定。假设你是越野跑的玩家或者越野单车骑士， G 板创造出来的情境也是你一般徒手训练的时候做不到的。所以 G 板呢，在家中无论是小朋友想要学习平衡，或者是比较进阶的运动玩家呢，都可以获得很好的效益，推荐给大家。